下午的2:38，我们539会员今天请注意，今天全州二中一中奖率80%以上，7支牌彩注中奖率80%以上。记者刚刚也跑到了崇德宫的土地公去祈求牌之降牌，到了土地公，我们那个都已经绝对降牌会成功比率会比较高的，大概80%以上。今天中奖，记住哦，今天中奖是第二次中奖，第三次中奖你要多寄1000块的红包来，因为到了月底，请你把11月份的11月份的钱会员费跟那个多1000块成功钱一起寄来，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。今天降牌成功，祝大家好运，天天开心，天天中奖，天天领钱。闷了17日，昨天开壶，大家也都知道，我只要开壶一次，几乎每期都会中，开壶一次几乎都会连中个3期啊，大家都很了解我，那我也这个感谢大家的帮忙，那个新会员呢，600块、2000块，赶快寄到台北邮局10707号信箱，10月份我们。还有这几期免费赠送啊，也不要给你后谢600了，等会到了5号以后，我们都是后谢600，赶快去寄2000块钱的会费。